但他也是 J Team 的最后一个独苗了。嗯、是。而 Vito 视频启动了，启动四男一车呀，已经黑血了，居米被扫下来 ，Paraboy 也被扫下来，再掉一个，还能再往前扎吗？要看一下重庆派这边，第一时间是越过了重庆派的枪械，再往前面走，越过围墙，来到沼泽里面，一辆报废的车辆，两个人下车，但又跳跃了一下，奥德最后一点血量也被 K1 给捕捉到了。在阶段五，上海恩威腾讯视频被 K1 被 JD 一家被重庆派的枪械扫成了一辆废墟的载具。